一个人转走了，很快又会有人转来。看似稳定不变的生活，离开和改变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的事情。新来的同学吧，赶紧找个座位坐。早就听说这两大风云人物会到咱们三班来，没想到就坐在后排。我就坐这儿吧。我听说他在校外还跟人打架呢，这样的人也能进三班？这是你们入学的英文模拟考试，这么简单的卷子，85分以下的同学下了课到我办公室背诵课文。水花亮了吗？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你对。放我上！医生，我换药。就这样谈着爱，伤口有点深，药力不相同，可能有点疼，要忍忍啊。没关系。我好像做了个梦，像是少女漫画的脚本，心中美好的素描若隐若现。是不是刚才三班的？去把你们班花标给我叫出来。不用麻烦转告了，没事。果然跟传闻里一样，不良是。那是高三的夏天，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，我们被困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圆圈里。陛下，罗老师喊你们去下办公室。陛下呀，你看这个分数都在及格线上徘徊，很多基本的知识点都不够，可不能偏科啊！啊！造物之神在造物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偏心的。你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这样的怪物？用什么都好，甚至都不用努力，只要一光彩照亮。这么晚了还要补课呀？连盖都放错。这样一去不回，上演的珍贵。他们家电话号码吗？那不是你们班英语老师吗？我怎么可能有他电话号码？不是他，哎呀，那个这短头发正在笑那个女孩，她怎么样？学习好不好？不怎么样，学习不好，人又蠢，脾气又差，脑子还笨，行吗？啊？可会你没事傻笑什么呀？什么人？1996年的冬天，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们，即将失去那双紧握不放、温暖的手。已经说过，现在我们去隔壁的杀人犯，每次坐进来都是少年，最近我都不敢出门。那年时光，它就这样一去不回，少年的珍贵，年少的纯粹。快！哎，干嘛？警察，通缉犯，站着，别动！啊！
花盛开枯萎，长大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回，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一对。那年时光它就这样一去不回，是你幸福发财的黯然失去，黯然失去的时光，甚至生命。十八岁，我们开始学会坦然接受一个人的离开，哪怕是哭着。